农历大年初一，祝贺大家新春吉祥。去年我待在法国巴黎的时间比较多，很多同修非常关心我在巴黎都做些什么。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汇报。2006年我第一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活动，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促进世界和平的平台。往后我年年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并且分享报告。我们在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经验与成果。2017年9月因缘具足，在佛菩萨与古圣先贤的加持下，教科文组织总部核准成立净空之友社。净空之友社的宗旨及目的与教科文组织一致，是帮助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为什么和平如此重要？我记得我五岁时爆发了9·18事变，日本开始侵华，11岁那一年又遇上了7·7事变，日本全面发动战争，8年抗战，我在枪炮声中天天逃难，错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求学时期。没有和平的大环境，求学难，学佛难，复兴佛教更难。我这一辈子的人在这个时期历经了将近100年，遭遇过战争之苦，对于和平的感触尤为深刻。如何促进和平和谐？世界乱了怎么办？这也是我在净空之友社与各位大师所共同关心并且谈论最多的话题。梵蒂冈大使，我很佩服他，他看得很透彻，指出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知。中国老祖宗有智慧，在《礼记》中提出了教学为先，这一贴良方印足在世，也大声疾呼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。但是
诸位要晓得，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，学校教育也没有了，现在的学校叫什么？教的是科技，是技术，教你如何在社会上赚钱，这不是真正的教育。教育是教你怎么做人，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。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包括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的关系。道德教育是教人要仁爱，要遵守道义，要注重礼节，要有理智，要守信用。因果教育是教人深信因果法则，深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清朝周安世居士曾言：人人知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知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有伦常道德、因果报应的观念，人会懂得孝亲尊师、友爱兄弟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会知道分寸。但是今天家庭、学校、社会里都没有这些教育，都疏忽了。东方几千年来有儒释道三家的教育，西方则有宗教教育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智慧是两者共同的核心教学内容，教人做好人、做善人、做贤人、做圣人。所以如果西方致力于宗教团结，恢复宗教教育，东方将儒释道的教学发扬光大，会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人们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。那么如何团结宗教？宗教是爱的教育，每个宗教的经典都讲到神爱世人，所有的神是一个真神的化身，你欢喜基督他就现基督神，你喜欢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牟尼佛神，我们想什么他就现身。所以神是一个，众生一体，宗教一家。如果以爱为核心，以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教育为基础，就能够将宗教团结起来。我今年93岁了，走讲经教学这条道路也有60年了。我真正希望宗教能回归教育，希望各宗教都有人发心来讲经教学，讲经典，讲清楚，
大家听明白了，落实于日常生活，放下自私自利，像神一样的爱世人，就能让宗教爱的教育在地球上复兴起来。另一方面，要积极复兴儒释道三家的教育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祖宗教化后代主要的教育，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宝藏，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利苦得乐。但是今天三家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，如果老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智慧在我们这一代断掉了，我们就是大罪人，那要如何拯救传统文化？眼下最重要的是培养接班人，这十年是关键。十年之后，老一辈的老师可能都不在了，到那个时候想学也没人教了，因此迫切需要不求吉利有使命感的年轻人真正发心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内学释迦牟尼佛，断贪嗔痴慢疑，外现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，以身作则，做出榜样。如何培养接班人？旧期的可以办短期的国学补习班，根本的还是要办一条龙的学校，不论是旧期还是根本，都应该采取中国传统有次第的教学方法，初级学做人，奠定伦理道德的基础，教材用圣学根植根，中级学做事，主要的学习四书五经，高级学群书之要，学成之后就懂得如何治国平天下，这些传统的经典不仅要会背，还要能讲解，能做到，才能获得个人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团结宗教，复兴传统文化，是利益全人类的大事。机会遇到了，要能认识，掌握住，尽心尽力去做。如果没有缘分，绝对不攀缘。我们念佛同修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什么是人生第一桩大事，
念佛往生才是第一大事。要知道今生能遇到佛法，能得人生，能相信净土法门，太难太难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又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不知道要多少劫才能再遇到佛法。现在灾难这么多，真明白了，遭遇灾难也不怕，不但不可怕，还生欢喜心。为什么？往生的机会到了，这时候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我们。什么人是真正的念佛人？海鲜老和尚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他老人家一生开荒种地，收成的粮食水果蔬菜都用于布施救济贫苦，真是工作不爱念佛，念佛不爱工作，一句佛号不离口，还常常叮咛大家，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这是真正的念佛人，事上很勤奋地做，但心上一点都不沾染，心里就只放一尊阿弥陀佛，口里只念着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心变成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世间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既然明白不是真的，就不要放在心上，万缘放下，真心真愿，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往生。念佛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，我们还有一个好榜样，刘素云姐姐，刘素清老居士，他发现表演自在往生，信愿恳切，一切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接到佛传来的信息，往生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，这是真实的表演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，即不过是我们完成这一生的使命，将来都做莲花果里人，自度度他，得到最圆满的幸福。今天非常欢喜在新春之际与大家共祈共勉，祝福诸位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尽满圆成，
光寿无量，祝福世界多元宗教团结互助，回归教育，互相学习，大家都做众生的使者，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，祝福中国传统文化后继有人，遍地开花，利益全球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繁荣，盛世大同。谢谢大家。